假设呢，我们现在就是把一个 I 呢直接转换到 I plan new basis，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 V 啊直接转换过去。但是 V 要做这个转换的时候，我们发觉它会怎么样，这个 V 可能是某一个量、某个特性、某个什么东西， OK，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投影在一个 basis 上面。所以你把它每一个 basis 上面的量然后把它加起来， OK， 你把它想象成 A 可以写成 AX I AY J AZ K， 你看看几乎都可以这样子想， OK， 你要是这个符号看不懂的时候就回到向量，一切都跟向量差不多。那这个时候你就发觉它是每一个 basis 就好像一个 IJK 一样， OK， 好，那么你有了这个之后呢，那现在怎么样， summation I sum 只是个东西而已，又不是 operator， VI 只是个常数而已，是不是这几个我可以把它拉出来， Omega 放在这边，哎，这个不就是上面的吗，对不对，哦，抱歉，这边要给它一个 plan， 哎，我们是不是 plan 是新的，对，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这边就可以变成什么样的东西，变成为 summation I VI I plan， 是不是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从这边这样算下来。但你不要忘掉这个东西经过 Omega 的运作之后，它要变成什么 V plan， 是不是，那就代表这两个要一样，对不对，就好像我们运作这个对它运作，运作完之后变成一个新的叫做 A plan， A plan 可以怎么写，可以写成这样，记住哦，我也可以写成下面这个，好，你看看哦，这个呢它有个特点，什么特点， VI 是按照原来的顺序，这就好像VI 不就是它的投影量吗，就是 A1 是原来的顺序， A1 A2 A3 对不对，那这样子呢就代表这个是一的话，那么我把这个先擦掉一下，那是不是相当于 A1 这个叫做一的新的，再加上 A2 新的，再加上 A3 新的，是不是，那你就知道这个跟原来的 index 未必一样，了解吗， OK， 好，那有了这个之后呢，现在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假设呢你把一个新的 basis 跟一个旧的 basis 内积在一起会怎么样，这个是新的哦， new，这是 original， 对不对？OK， 我尽量用简写的，好不好？好，我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代表的符号，你一看就知道是 original basis。OK， 好，那么这个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J 后面的 I plan 是等于什么？I plan 不就是原来的 I 你经过 Omega operation 之后的吗，它是不是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把它定义成一个叫 Omega JI JI， 虽然说前面这边是 plan， 但是我这边把它写成 JI， 假设你要求 Omega JI 怎么求，那意思就是你把旧的跟新的 inner product 起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OK， 好，那么这个意思就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们要更进一步了，来这边做咯，你看看这个运作完不就等于 vplan 吗， vplan 本来这边运作可以等于这个样子，对不对，那我现在可不可以更进一步的做一下 vplan， 我这样子写，它是不是可以写成 summation I， 我看看的什么啊，我先这样子写，
先把它重抄一次 ，V prime 不就是它吗 ？Omega 对 V 的作用，对不对？它可以等于什么东西？是不是可以相当于 summation i？ 我对每一个新的 basis 上面的投影把它加起来，这个是什么 ？V i， 对不对？可不可以这样子？这就好像呢，你看看咯，下面这个式子写的，后面这个 basis 是新的哦 ，i plan， 是不是相当于我重整完之后哦，重整都不见了，重整，哦、重整完之后 a 一放在这边，哦，抱歉，新的在这儿，这个是新的，对不对？我现在是弄新的，所以呢 vi 呢是什么？原先它投影在前面的这个 original basis 的量，那是不是原来的这个 A1 A2 A3， 是不是它确实这样子写是可以的 OK， 那么这个要等于它，这个也要等于它，是不是？那我这边呢，是不是我可以更进一步的来写，我可不可以把它写成转换，重新转换成为原来的？这就好像我把这边重新，我可不可以把这边重新写一下，写成原来的一二三？那要是这样子的话呢，一的前面还是 A1， 很好，二的前面，哦抱歉了，现在变成负的 A3 呢，好吧，还是用加的负的 A3， 再加上 A2， 我把这个叫做 A1 plan， 这个叫做 A2 plan， 这个叫做 A3 plan， 是不是？所以假设我维持原来的，那前面这个呢就跟原来的坐标系统那个不一样，我给它叫做 plan，我可以这样子写，对不对？那么这样一来呢，我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vi plan 它会等于什么？它指的是指，我先把这个写一下。新的 v， 你把它投影在 i 上面，原来的 basis 上面，对不对？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这是不是 i omega？V Omega 不变， V 呢是 summation J VJ 写成原来的啊，抱歉，都是 J， 我可以这样子写，对不对？那这样子写完之后呢，这个 sum 跟大家都没关系，提出来 VJ 跟大家都没关系，它只是个常数，提出来。那么我现在呢把 IOmega， 对，是等于 summation j vj omega i， 是不是？那你看看，这个是新的上面的 v 上面的每一个轴，新的轴上面的每一个分量，对不对？不，沿着跟原来 basis 上面每一个分量变成这样，这个是原来旧，你还没有转换之前的 v。它在每一个轴上面的投影量，就乘上这个，这个把它写下来，这个就是这个。OK， 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就可以算出这个显示出来。OK， 请大家把它记住一下。好，当然讲到这边呢，假设你都已经很清楚了。那就代表你也不用上量子力学了，因为你很清楚了。OK， 我想大部分人呢上到这边都还搞不太清楚他要干嘛。没关系，你就把它当做个游戏。OK， 当做个游戏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这边已经介绍完大部分东西，现在再介绍一个 operator。Projection operator。什么叫 projection operator？Projection operator 的意思就是，它既然是投影的一个 operator， 比如说我把它运作在
比如说我是 X 轴的投影 operator， 我运作在你身上，就相当于我得到你投影在 X 轴上面的这个量。OK， 所以呢，它叫做 projection operator。好，我们来看看，假设有个 V， 当然这个 V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可以怎么写呢？我们这个时候 VI 是等于什么东西？ VI 是什么？ VI 是不是 V 投影在 I 上面的量？是不是 V 怎么投影在 I 上面？假设有个 A 等于 AX I 加上 AY J 加上 AZ K， 请问一下 X 我要怎么算？我这个还用算吗？把 A 怎么样投影在 I 上面不就解决了，是不是？那这个怎么算？拜托，这个还用讲吗？把 A 投影在 K 上面，单位向量不就 OK 了吗？对不对？那 V 会等于什么？VI 是不是等于 V 投影在 I 上面的？所以你要是写的时候 I V 对 I， 是不是？记住这个是个存量哦，是不是？这样子写起来不太好看，我可不可以把它排列一下？对不对？这没有什么嘛，反正它是个线性的 operator， 我可以换来换去啊，好像个常数，一乘上 x 嘛，二乘上 x 是不是等于 x 乘上二？这当然，所以你要怎么排都可以。排完之后呢，我可以做个刮弧啊。哇，这一刮弧完之后就变成一个很好玩的东西。我们把这个叫做 P I V 抱歉，这边少一个。所以我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就可以写成这样子。我这个是写是写得出来啊，但这个代表什么什么东西？有没有感觉？好像不太有什么感觉。那我们看看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好，我们来凑一凑答案，好吧？凑一凑，先用凑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算算看 ，V 就是新的嘛，对不对？啊 ，V 就是 V 啊 ，V 1 V 2 V 3它会等于一二三，假设是这个样子，假设是这样。那你中间这个应该是什么东西？V1 就是 V 投影在一的上面的这个量嘛，那是不是 V1？ 因为这一行一定乘上它，那其他的我都不管啊，那叫做零嘛，一直零零到底。V2 是什么？ V2 是不是投影在二上面的量，是不是零 ？V2， 其他都是零。所以你后来发觉，只有对角线上面有而已，其他通常都是零，对不对？所以假设我要是投影过来，这个叫做新的坐标嘛，投影过来的这个东西，这个投影在上面，假设我这个的量是一。或者是说我投影过的这些量我把它定义成一，那这样子就很有意义咯。 OK，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下面一个很简单的计算。 OK， 我们来看看一下哈，我再跟大家先介绍一个 I 呢，我可以写成 summation I 的 PI 等于 summation I 的这个。 OK， 待会儿算下来大家就了解。OK，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看看一下。
假如说，我做一件事情，这边有个 V 的 vector， 我把投影在 J 上面，又投影在 I 上面。OK， 我现在假设这个 basis 呢，我都经过变换了，它都是什么 orthonormal 的 basis， 那么它会变成什么东西？好 ，PI 不动 ，J 呢 ？J 是不是等于这样？类似这样啊，这边就是 J 啊、哦、，sorry， 嘴巴说 J， 手在写 I。OK， 的 V 对不对 ？V 的话，我可不可以把它 ？OK， 没关系，我就照写。OK， 或者你喜欢的话，你就把它写成 V J J， 这样子也可以。OK， 那么这样一来呢，我再把 I 展开来 ，I 是不是等于这样？PI， 我就可以写成这样，然后后面呢，是不是等于 VJJ？ 是不是 VJ 是什么 ？VJ 只是个常数量而已啊，所以我可以提出来，所以 I 不动 ，VJ 提出来，是不是等于 I 跟 J？ 既然这些 basis 你已经把它转换到 orthonormal basis， 那么这两个一定要互相垂直。假设 I 不等于 J。假设 I 等于 J 呢，一定互相平行，对不对？所以这个一看就知道了，这个会变成 I V J Delta 什么 I J。既然要 Delta I J， 那是不是代表一件事情？代表什么事情？我可以把 Delta I J 写在这边。那么这个是什么？VJ I 对不对 ？VJ VJ 是什么？你把 V 投影在 J 上面的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基本上我看看这个是不是就可以写成 Delta IJ PJ V， 对不对？这样子有没有问题 ？OK， 你会觉得很奇怪，这边是 I， 这边是 J， 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写？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两个一定要一样。那我把它改过来，还不是一样？那这样子呢，我就可以直接写成这个样子，对不对？那你有没有发觉，这一边刮弧，这边刮弧，刮弧的后面都一样，那就代表一件事情。你把这两个 product 弄起来的时候呢，发觉一件事情 ，PI PJ 会等于 delta IJ 乘上 PJ， 是不是？你就得到了一个很简单 operator 的运作。好，这样子来看，我们有什么感觉呢？好。这个意思是指什么东西呢？这个就好像在光学上面一样，OK， 假设呢，我们一开始啊有个光线，这光线呢，它可能有个 polarization 是这样子。OK， 这个是一，它跟这边有个角度。一开始到了这边之后呢，它这个是个光栅，嘛是个 filter， 也就只有这个振动的分量可以过去，垂直的，其他通通都砍掉。那跑到这个地方之后呢，你发觉啊。只有这个分量存在，假设这个地方又是垂直，会让它过去，它就过去了。 OK， 假设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地方，但是
我现在给他另外一个 filter， 他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还是维持跟刚刚一样，这个分量在，但到了这边之后呢，他开始给他一个横的，只有这方面震荡可以过去，其他震荡通通杀掉，那这个是不是过不去了？这边过来等于什么？零，整个都杀掉，这个就是 projection 的 P 的一个用法。那你这个就相当于说，先对 J， 我先对 J 投影，之后再对 X 投影，比如说是这个，得到的结果是零。假设我这两个投影量都一样，那得到就是会它自己的东西，所以就代表它前面会有 delta IJ 好的这个意义，了解吗？好，那既然它是这一副德性 OK 啊、P 在这儿，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我怎么来表达一个叫 I 的东西？啊，怎么来表达一个叫做 I 的？写法就是很多个零，直到某个地方是一。的 I， 这样子我就可以表达这个 I 的意思，对不对？好，什么叫做 I？ 当然就把它横过来了。所以我的 PI 可以写成 I 是不是就等于这个乘上这个，这个乘上这个，你发觉横的乘上纵的可以得到第一个零，因为零乘零嘛，横的它只有一个乘上第二个还是零，一直乘全部乘完了通通都是零，因为它是零，所以你每做一个会得到一条横杠，一直做，做到了第 i 个 ，i 乘上零也是零，一直乘到第 i 个 ii 的这个得到是一，之后呢，通通都是零，下面也全部都是零，通通都是零就对，我写个大大的零，所以这样子呢，你会得到一个这边是 di。这边也是 di， 这个就是 projection operator， 它是一个 n 乘 n 的矩阵，看看你 dimension 是多少，只有在 i 跟 i 的这个位置上面会是一 ，OK， 其他通通都是零，就是这样子，了解吗？好，这样子做有什么好处？我们为什么需要 projection operator？ 我们为什么知道它 summation 起来会等于一？我想做到这个地方，你们就可以自己做做看。假设我把它 summation 起来，它是不是会等于一呢？讲起来，当然啦。P one 指的就是一个好大的，只有第一个等于一，其他通通等于零，对不对 ？P two。第一个是零，那这个是一，其他通通都等于零，就这样一直下来，一直到最后面，所以你把 summation i p i 得到的是什么？ summation 的意思是每一个元素互相相加，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一，两边通通都是零，那这个不就是一了吗？就是 identity 的。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个 G
基本上运作的一个技巧。假设呢，有个 operator 是这样，两个运作完之后，你想知道 I 跟 J 的这个component 是等于什么？那你说这很简单嘛？这个也就是说，你投影在 J 或者 inner product 在 I 上面，不就是 IJ 的吗？对不对？好，然后这要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I omega lambda j 中间呢，我就放一个 identity 在这边。当然，你放个一有成没成都一样啊。但是这个意思就是指，我可以放入，我看看，好，就是 k 好了，我把它叫做 k。最好符号大家都不要一样，我可以写成这样，因为 I 会等于这个的 sum 嘛，对不对？我干脆通了这种绿色的，那么这样一来，我是不是很快的会不会等于 summation k omega I k 大 lambda KJ 就是了。所以这指的是什么意思？指的是说，假设我这边有个 Omega OK， 记住哦，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看，你是不是这个乘上这个大 Lambda， 对不对？这个是什么？第 I 行K 有好多个 K， 那就是这个啊 ，omega i 一 ，omega i 二 ，omega i n， 对不对？这是不是 d i？ 然后这个是 d k，k 就是 lambda k 一 ，lambda k 啊、不一 k 一 k。2K 一直到 lambda NK， 对不对？这个是 DK， 那这个乘上这个不就是等于它了吗？对不对？哦，抱歉抱歉抱歉，这是 DK K1 K2， sorry， 我这个应该是K， 这是什么？哦 ，K 是会改变的 ，1J、2J 一直到 NJ， 这是 DJ， 是这个意思。这样乘完之后就变成它，对不对？所以本来你这边指的是两个矩阵相乘，本来就是两个矩阵相乘，你去找 DI 跟 J 的，乘完之后 IJ 的这个项，它乘完这个，这个不就是等于一大票的？其中一个 Omega I J DI 行 DJ 列，不就是这个行乘上这个列吗？就可以得到它。 Alright，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上面这个表示式，事实上就等同于下面这整个的运作。 OK， 好，所以你要是对这个线性那个什么 linear algebra 不太熟悉的话呢，请你回去啊好好的预备预备。 OK， 好好的预备预备，那看一看线性的 linear algebra 的东西。假如说各位要是真的有问题的话呢，那个可以来找我，我跟你讲大概看一些什么简单的东西。OK， 你可以很快的在几天之内啊把它赶上进度，那这样子对你呢帮助很大。OK， 好，我们很快的要来介绍一个什么叫 adjoint。OK， 之后呢我们呢就会来介绍两个 operator， 这两个 operator 我也有整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这个整理的东西。 OK， 我们来介绍一个叫做 adjoint definition。 adjoint 就是这个类似十字形，它指的就是什么 transpose 再加 conjugate
OK， 这个叫做 join。所以假设一个 operator 上面写个这个，它本身就是什么的 adjoin of omega。不过呢，没有人再这样子讲，大家会给它一个读法 called omega dagger。OK， omega dagger 就是这样子。我记得我以前刚开始在读博士班的时候，一开始他也讲到这边，他们一直 omega dagger omega dagger 讲了老半天，我都不晓得什么叫 omega dagger。 后来看他这边画一个，我在大概就在猜这个是不是就叫做 dagger。 OK， 好，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回去复习，好，刚开始没有回去复习，所以一开始呢就只能够先讲解手，好，不然刚到美国的前三个月都不晓得老师在讲什么话，对不对？好，每一个英文字好像都听得懂，加起来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很有意思，很刺激。好，那么假如说呢，我们把一个东西，那 transpose 我们知道一件事，假设呢你把它做个 omega dagger 之后呢，看看 dij 的这个会是什么呀？会是原来的，跟原来有什么关系呢？你可以得到一个跟原来呢，就是原来的这个 element DJI 的这个，对它做 complex conjugate。 你看看哦，这两个 IJ 跟 JI 的对调本身就是 transpose 嘛。有没有发觉这个两个本来就是 transpose， 这两个 I 在里外头，这个就是 transpose。 所以你要是不知道，反正你就画成一个矩阵，假设这个是 omega， 你要是这一边 omega 11 omega 12 omega 1n， 对不对？ omega 21 omega 22 omega 2n 一直下来 omega nn， 你对它做一个 dagger 啊 adjoin， 那么它就会变成什么呀？ omega 11 omega 12一直到 omega en， 这是 transpose， 还要再加上什么 conjugate complex conjugate。 那第二行21 22 2n， 如此来一直到达 omega n1 omega n2 omega nn， 它就是这样子转换过来。好，非常简单。所以呢，它有些基本的运作呢，我们把它列出来就好了。反正这个的 proof 非常简单。OK， 所以呢 ，operation of a join， 我们把它写下来就好。OK。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好，所以假设你都知道这些了，那么它有个 example， 课本有个 example 非常简单的，请大家呢来看一下。假设呢有一个 operation， 它告诉你是这样，假设是这样，其中的 alpha 1 alpha 2呢都只是常数 scale， OK scale。 那 v1 v2 v3 v4 v5 v6 通通都是 vector。 两条线
然后 Omega 跟大 Lambda 呢，就是 operator。OP OK， 请你算一下这个 equation， 我把它整个去了的 join 之后发生什么事情，那就很简单啦、啊。啊，我直接算在这边，我整个对它取 add join， 因为这是个线性嘛，所以 add join 就直接作用在里面。OK， 这一作用完之后呢，它会等于什么东西？记住，这一进去之后呢 ，alpha 的本身对它，它只是个 scalar 而已啊，常数。你对它做 transpose 有作用吗？没有作用吗？它无法 transpose， 它又不是矩阵。但是你对它做 conjugate 有没有作用？有。假设它是个复数的时候就有作用，假设它是个实数，那当然就无所谓，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你一作用完之后，就类似这个地方，你就要把它写成这样。OK， 所以 bra kit 就变成 bra 呢就会变成 kit。OK， 这些都是完全一样的东西。然后下面这个呢，这个还不是跟前面一样，所以这个很简单。OK， 好，然后呢，再来呢？可能不太好，我把它写在这边，不然的话摄影机可能会有问题。第二个是 V2 Alpha 2， 对不对？再加上这个一看就知道了。假设我这个一进来的时候呢，我把这边当作这边有两项，这一进来要 transpose， 第一件事这两个一定要颠倒，先颠倒，对不对？是不是相当于我先做这件事情 V4 V5 Alpha 3 V3， 对不对？再加上后面这个怎么办呢？我可不可以把当做这个跟这个的对调，对不对？所以最后面呢，我就会变成为 V6， 然后就一路颠倒过去咯， Alpha 4 OK， 所以最后面OK， 就是等于这个样子。所以呢 ，operation of a join 呢 ，makes 什么？你把这个变成这个，就好像这个 operator 完之后变成这个。OK， 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变成为这个，这个也没什么，因为前面已经讲了。你可以把一个 kit 变成为 bra， right？ 然后呢，然后呢，你把一个 alpha 变成为 alpha 的 star， 就是这样子。好，请大家再把这个讲义啊拿出来。讲义第三页的时候，第三页，请大家翻开的第三页，一开始告诉大家 operator 怎么运作，也介绍了 identity， 介绍 commutator， 上一次有没有讲过？有讲过，对不对？好，
介绍了一些 equality 一个对等的一个运作，介绍 inverse， OK， inverse 怎么做，然后呢下面有讲这个 projection operator， 有讲 adjoint 怎么 operation operation OK， 第三页全部都有讲，一直到第四页的开始我们要来介绍下面的东西。到目前为止这边讲的都只是讲 linear operator， 线性的，我不晓得那个 operator 中文叫什么，哦，算符， OK， 线性的算符，谢谢大家。好，那这只是线性算符，但是我们介绍两种线性算符对我们最重要的，所以我就把这两种啊写在这边，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左边这个算符叫做什么？左边这个算符大家看得懂我写的英文吗？看不懂你只好猜咯，哈哈。 OK， 左边这个叫 Hermitian Operator， 右边那个叫什么？ Unitary Operator。 那么这两个对我们非常的重要，我把重要的重点呢都写在这上面，我们先把它看完，然后待会儿我再介绍下来，好不好？所以请大家先把第四页 这一页呢翻出来。好，我们先看左边的这个 Hermitian。 Hermitian 是什么意思？ Hermitian 就是说一个 Omega 的根会等于 Omega 他自己，你对一个 operator 对他做 adjoint 之后会等于自己的，这个叫做 Hermitian。 什么叫 unitary？ Unitary 就是说我自己乘上我自己的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是什么？我把它做个 adjoint 之后会等于 I 就是什么identity 的 operator 嘛，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我把我自己做个 adjoint 之后呢会等于我自己的 inverse， 我自己的导数，好像五乘上五分之一，那当然等于一了，这个还用讲，对不对？但是它这个很简单，你只要做 adjoint 它就会等于我自己的导数，要不然你知道这个向量，那这个矩阵上面你要算导数啊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好，算了个半死。但是 unitary 呢它就很好算。 OK， 那 Hermitian 呢有一个叫做 anti-Hermitian， 它就是什么 Hermitian， 我自己做 adjoint 之后呢会等于负的我自己。 OK， 好，这几个记起来，然后下面呢我每一个下面都写三个特点，请你背都要把它背起来。 OK， 要把它很熟悉很熟悉。 Hermitian 呢我们快速读过去，我们待会儿就一样做啊，坐下来。 Any operator can be derived into the combination of a Hermitian and an anti-Hermitian operators。 一个 Omega 呢你可以把它写成下面这两种方式，一个是什么 Hermitian part， 一个叫 anti-Hermitian part。 OK， anti-Hermitian part 那我们待会儿再讲。第二个 Hermitian operator 你要是互相乘积，就好像我这边是把 Omega 乘上 Lambda， 对不对？ Omega 乘上 Lambda， 这个就是很多个 operator 互相乘积起来，它未必乘积完之后未必变成 Hermitian， 除非这两个互相 commute。 OK， 好，所以这个要大家要记住。然后有个很特别的就是 I 乘上 Omega Lambda 的 commutator， 它本身也是 Hermitian。 OK，然后右边的这个 unitary 呢它告诉我们它三个特点。第一个，两个 unitary operation 的乘积它一定就是什么 unitary。 诶，这跟前面 Hermitian 讲的不一样啊。 Hermitian 说我两个乘积起来未必是 Hermitian， 除非这两个怎么样 commute， 对不对？但 unitary 它不是，它说我只要两个 unitary 的 operator 乘积起来还是 unitary。 OK， 第二个， inverse product of two vectors is invariant for unitary operators。 OK， 它指的是什么意思？指的是说我把一个新的，把一个原来的 V 经过 Omega 转换成为 V plus 之后，或者一个原来的 V 经过 Lambda 转换成 V plus 之后， OK，我这个新的地方两个的乘积跟旧的这个地方两个 的内积结果是完全一样的。 OK， 它不会因为你
operation 之后它就改变了。OK， 它不会这样子。然后最后面呢，假设是个 real vector 的时候啊，它就会很简单。OK， 好，这边呢，大家这样子看一下。所以呢，我们现在紧接着，我们要来介绍啊 ，Hermitian 跟 unitary operator 的一些特性，就是上面讲的这个东西。讲完之后呢，我们所有的主力呢，全部都要放在下面的这个地方，就是什么？这个叫什么 ？Eigenvalue problem。我们怎么去求个 Eigenvalue problem？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我相信学几何的、学那个线性代数的时候都已经有教过，但是你不晓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们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希望今天可以把那个例子讲完。一旦讲完之后，剩下的后面的数学部分呢，我就请大家自己看。我会呢勾几题习题 ，OK， 请大家回家做，因为那个部分要你们自己看的，所以我要勾习题。啊，因为不勾大概就不会看了啊。那大家把它看完，你们应该看得懂。那我会稍微提一下，很快的提一下就过去。OK。